在台东，再出发，在600公尺。我们的第一个景点就是这个，这个叫什么屋？白楚，白楚，丑屋，丑屋。呢一间台东霍尔移动城堡咧，因为佢独特嘅造型咧，令到佢爆红啊！劲多游客咧特别去呢度打卡嘅，就成为咗台东另类嘅观光景点啦。我哋要买道具。买花。这个没关，这个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不跌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要买吗？好，这些 OK。今次呢一条片咧，就会带大家去两个车站，第一个就喺呢度啦，山里车站。一入到去咧，就劲多小猫咪同你打招呼，热烈欢迎你啊，劲得意！好，入戏肉啦，等我换件婚纱，影下走路俏新娘先。一点大事，亲自烧操刀。三。好，再带大家去下一站，都好有特色嘅鹿野车站啦。我们有天亮拍到天黑，耶收工！记得 like share 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